什么要领，竟然在出现的瞬间压制了白骨鬼火，就凭这些手段也敢号称年轻炼药师第一人，真是可笑。解析炼化。我还没有说，我今天就要将你炼化，将苍之药灵占为己有。我不在的时候你没受什么委屈吧？我没受什么委屈，只是烈家那边稍稍有些变数。烈家？莫非烈波纹又刁难玉儿了？